在塑料建材生产产业的角度，希望塑料加工设备在稳定、高效、节能的同时，更具简单化和自动化，并且希望在塑料设备的研发方面，要注重使用者对设备的操作方便性，能做到对设备的操作体验是一种享受的过程。另外，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，我们塑料建材加工行业也迫切要求生产设备之间相互互联，并且也希望人与设备之间能实时方便的交流，以便实现从销售、计划、生产及仓储物流的信息化管理。在此，祝国际橡塑展三十而立之年，为橡塑行业发展起到更为巨大的推动作用。